散户的心态是讲，哎呦，我差他下，我让他再下再买啊，你不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个就是单纯的技术现形，我们能去解读人的反应，对吧？你也给他，你讲你在俩俩一家叫，哎，涨落来平盘，吼、哦，有卖压，可能今天一旦再杀下去会开低，或是平盘开出开低，我们先不买，先观望，所以先亏钱，哎，奇怪。高登公公，哎、欸，去有哪去啊嘞？去林家，哎、欸、去，哎，去对，对嘞，你拄啊个拄啊调着上悬，啊，怎么个老了？伊想要想，哦，看高衰，啊，怎么高衰去行行，吼、哦，较半中，吼、哦，高衰嘞，买了敢做呕的，怎么到后边，去去哩啊？啊，怎么你心内你就开始敢想讲，吼、哦，我明仔载，我最希望你，最希望你，啊，结果伊明仔载落，伊袂甲你反正伊只，伊甲你扑落来，你那个，我靠呀嘞，早早的买买搁套着啊，啊，怎么你卖掉了去，哎、欸，都去哩啊？这个就是散户的写照，有没有？搁要演达一支点出来者，哦，演水鸭好啦，来演水鸭哦。阿莹，怎么阿莹怎么开起？哎呦，哦，高档震荡已经差不多要走啊，火无啊，嗯，搁去呢？哎，奇怪，我到底要卖无？哎，奇怪，啊，过来，无进进出出甲卖出去，差不多高点半个，啊，搁靠哟，过来搁去哩，哦。过去洗车边来看，哎，搁起哩啊！哦，好加载，然后哦，搁过新高的时钟，吼，我搁要哭了，怎么搁来奇怪奇怪落来，讲哭腰，我到底是要飞，还是要跳？底下做后来搁要买盘去，哎去，吼、哦，伊就想想，吼、哦，好加载搁无飞，白龙雪讲的，早起的鸟儿，什么有虫？早起的虫儿有鸟吃了，啊，早起的虫儿被鸟吃，伊就听，吼、哦，好加载好加载，啊，但是明仔哦。你会遐想，哇！明仔若开盘去，吼、哦！你只要若翻人，我绝对水到卖掉，创新高。结果明仔若完全开起来，平平顺了，哼！涨我都较悬，我都无必要去赚的，怎么？你不会？那个到了，啊！大伊做只做只，啊！你一记就讲啊，那个到过去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感觉讲，看盘愈看愈输的啥，你就是怎讲，你就买。当时要买，你像我，我若逐家较起来早原地落单落好啊，起来看早盘，就你若像我今仔挡袂牢，接着你哭落，明仔载啊，搁落，